主人，请惩罚笨手笨脚的我吧。公主殿下，下午好。您的仆人竭诚为您服务，今天为您准备的是这一季最新鲜的草莓哦。希望带给您一整天的好心情。啊，我这样很奇怪吗？你别笑啊，为了这个，我可是练习了一整个周末呢。让我靠近一点。有什么其他的吩咐吗？啊，不要拽我的耳朵呀。主人，请惩罚笨手笨脚的我吧。